下一首歌，是我们最漂亮的名画姑娘，还有现在脸上戴着最自然的彩妆，非常自然。我们可以请她上来讲解一下她怎么画的。我可以给你们讲解她的脸上的妆是怎么画的，就是可乐娜，你们听过吗？可乐那啤酒，然后再加上一点冰块，然后还有柠檬汁，就会变成这样。你们可以到吧台点点看，非常自然。那他的眼泪是怎么回事？我不知道。我不知道。要讲话。可以整理一下你的情绪。这首歌，你现在情绪？比如说你要上台。爸妈有来吗？副作用其实就是眼泪会一直流下来，你们还是参考看看自己的情况。其实等一下听完可能会是我们哭了。我要去台北读书，然后谢谢铁花村让我有这个机会在这边工作，但是我突然从小到大我其实也没有做什么事，而且我有公主病，我来这里我很多事都不会做，然后谢谢就是铁花村还是接受我，然后我开始会切东西，然后我以前连拿刀子都不会，我对啊，我家会切柠檬，然后我觉得我应该，然后好啦，我想我应该唱歌了。不要讲，你说话比唱歌要动人呢。我也会唱歌，没关系。我没有，他需要协助，所以我就继续留在舞台上了。要吃，渐渐爬起行，再会。我的故乡甲亲情，亲爱的父母，再会吧。呼呼呼，桌顶的朋友，故事啦。我要来去台北。迷茫的憨仔，不管如何，路是自己行。
是我的家。Thank you.